没说没没。好。我们来过那个圣诞节，没错，那还是算得跟圣诞树一样。我很怕，我到时候吃太饱，会包，一定会很饱。我不想吃太多面包，因为那个数量吃顶了。你要留着肚子吃。对对，你不要吃太多，你要吃的。他说漏嘴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等前菜了。他们就是配的面包，蛮香的。它是帕玛森 cheese 面包，然后有这个气泡酒。看奶奶。可以吗？可以当我一个。还要加一点。我们奶不动会多一点，知道吧？直接，对啊，直接。那就等一点嘛。那不用。来，试一用。你把它切一半，这样不要太热。哇，这样，来，都给小朋友们吃，好不好？对，试试。对，谢谢，这很烫哦，谢谢。我跟他们说声好。哥哥，谢谢。对。爸爸，这黑黑的，我要吃番茄。番茄会烫吗？不会，这是凉的。我来把它吃掉。好吃。好，谢谢。你吃不完我吃，放心，你可以吃完你再吃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吃完一点。没问题，你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宵夜吃哦。酸梅的，
要搅拌均匀。你妈很爱喝哎、欸。喝不完了。超可爱，就是素素，他超爱吃蒸香，一直练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小洋葱、樱桃蘿蔔、萝卜。刚刚小优呢？昏倒，睡着了。他就是。他好像他已经很想吃了，他硬要把他的黑碗一直吃完。想要看那一片的话呢，到优娜的频道去。太可爱了。他可以告诉沙拉这样子。放鹅肉粉，然后它的樱花虾炒饭，试试看味道。我觉得等下大人也有，有啊，嗯，朱娜没这个福气，朱娜没吃到。老板就是他，他们，没错，他说我那个厚厚的鱼丸，然后他炒的是干就干的。老板跟他讲，然后最近就是对上了呀，它外皮煎的脆脆的，然后这样子配着还蛮搭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看来我们刚煮菜，知道吗？他们其实煮菜啊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真的蛮久没有来这里，但是我记得那时候煮菜，你知道最好吃什么吗？鸭，那你刚跟我讲就点鸭。不过我正常有时候吃牛排。应该是说他的鸭，就是他的鸭是自己吃的。是假的。你看那一只，我忘记是一个还是半。这么大一只。我每次来吃铁板烧都坐边边。帮我包包，好，谢谢。我说我之前卖的那个鸭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然后烧到前方会点五味那个老板啊，就是老板，然后说他讲，就是他故意不来。